等待你金沙虾。虾子你要在高温下，它才有办法呈现出那个脆弹。嗯，哇哦，流油哎、欸，这个蛋黄，一会儿扒在菜上会很好吃。来，光是这个咸蛋，对啊，你这样吃着吃着它就不会。哦，沙沙的那个口感是蛋黄吗？蛋黄对，真好吃，咸香咸香的。试试看，咸蛋金沙虾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好物推荐。什么？哦，我们商城的咸蛋。咸蛋。哦，我们要做的是咸蛋金沙虾。嗯。哦。那先把备料备好。好。上面还写了个70。这是因为是7公分，我们的咸蛋是有挑过的。你是说它的这个长度有七公分？对。一般的大概是5公分左右吧。所以我们有特地去挑。它越长就越好嘛？不是长，大。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嘛，你在吃咸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最喜欢吃是里面的蛋黄？嗯，那相对它的蛋黄比较大，哦，对，味道也比较足。嗯，然后因为它是在无菌的空间，嗯，去做这个咸蛋，嗯，所以相对的比较安全。什么叫无菌的空间呢？那就是恒温啊，然后无菌室里面让它慢慢把它渗透进去啊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一般在做咸蛋都用鸭蛋，没有用鸡蛋。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鸭蛋有气孔，鸡蛋没气孔。鸡蛋也有气孔，只是鸡蛋气孔比较小，比较不好，味道不好进去。嗯，对。我们这个好像是鸿鹄的鸭蛋。鸭子的品种其实也是很重要，湖北。还有那个鸭子在哪里，它的生长环境对，也会决定了它的下一代吃的东西，它的那个胚胎，它的那个质量。就好比我以前知道有的鸭子的，给它吃那个虾壳，然后它的蛋就比较黄。吃什么你就是什么。对对对。那把这些都切一切，带着就来处理咸蛋。看它到底是在比较肥美的那个水质和山林里长大的鸭子，产出来的蛋也更大，当然更美、更健康、更无菌。那最主要还是要挑了。嗯，这样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。嗯，哇哦，流油哎、欸！我都不敢倒，怕它溢出来。不要倒出来、啊哦，不要倒出来、啊，要精华、啊。嗯。鸭蛋这个越好，它这个油就越多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嗯。鸭蛋越好，油就越多。油脂比较多。来，我们把蛋黄跟蛋白分开来。我们之前还用咸蛋做过咸蛋苦瓜，对，也很好吃。对，今天把它做成跟虾子做结合。嗯，对。分开来处理。有的人是做这道菜直接是没有放蛋白。嗯，对。那我觉得蛋白也好吃。对，我们既然都切开了，这么好的这个鸭蛋就不要把它浪费了。嗯，因为蛋白比较咸。嗯，对。蛋黄比较香。知道咸鸭蛋怎么做吗？嗯，可是还想请师傅再讲一次。他一般会把它洗干净之后呢，会放到这个，有的是放在盐沙里面。嗯，对，有的是放在盐水里面，它就泡着。然后泡了大概，我如果没记错，大概泡个20几天吧。嗯。然后就可以，就它基本上呢，蛋白还是生的，不是白的。然后就把它蒸熟。嗯。对啊。我曾经在泰国吃过那个，就是咸蛋，但它只有几天而已。嗯。那直接生的，然后煎成荷包蛋。我好像看过你的那。真好吃。真的。好，现在来处理虾，咸蛋金沙小虾。没有金沙虾，你有小虾。为什么大家都叫都是大虾，不说小虾就觉得好像是没有、啊、食材没有小的就要大的比较过瘾嘛。河虾的话就贵了。嗯，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河虾比
一般的，现在这是炒虾嘛，还有河虾嘛，还有沙虾嘛，还有白虾嘛，都是好玩。我说料理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讲究一个大一个满，有的时候也没有啊，比如大鱼大肉，小鱼小肉，没有的啊，小虾小蟹，你拿小虾小蟹去宴客，人家就觉得你小家小气，是不是？不会啊，不会吗？像在新竹有一种剑虾，嗯，它那个虾非常的浓郁，味道，嗯，小小一只，嗯，它光是很多时候在做那个烧麦的时候，上面放那个虾，它光是那个虾的味道呈现出来的味道就很，所以要看情况，像有一些小的也很可爱，像那个我们节目卖的那个恩施小土豆，它也很好吃。虾可以讲到土豆，你认识？好，现在先炸虾。油温要高，对不对？大概是多少度呢？进锅的时候，虾子。越高越好，因为虾子你要在高温下，它才有办法呈现出那个脆弹。我们现在就听声音喽。嗯。你要让它到几分熟呢？其实这边是基本上要全熟的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炒。刚刚炒这个炸过虾的虾油，对，然后来炒，先炒咸蛋黄，要把它炒到有点起泡泡。对，起泡的前提是温度要很高，对不对？温度要高，对。然后油要稍微多一点，但这不耐炒，因为炒一炒油速就变了。这个蛋黄不得了，一会儿扒在菜上会很好吃。蒜进来，蒜，姜子，姜和辣加入进来。咸蛋是不是和比较淡味的海鲜在一起其实挺搭的？咸蛋啊，咸蛋其实跟什么都搭哎。真的吗？咸蛋还可以跟什么呢？咸蛋你要把它熬成汤啊，要做成什么都可以。熬汤？咸蛋意大利面啊。咸蛋的汤啊都很好啊。嗯，哇，好辣。嗯。这是个下饭菜。对，它光是这个咸蛋，对啊，你这样吃着吃着它就过瘾了。好，试试看咸蛋金沙虾，是肥美的虾，香耶，香，咸蛋就是这么迷人啊！我们上来用咸蛋做过黄鱼泥，记得，咸蛋苦瓜终身难忘，从此改变我对苦瓜的印象。真的哦。嗯，多亏了咸蛋，然后你还能说还生气，是有点还苦瓜脸。我就不喜欢吃苦瓜，后来成了我们家家常菜。哦，脆哦。嗯，那它那个虾肉里面，虾肉那个上面有一层那个沙沙的那个口感，是蛋黄吗？蛋黄，对。对。再来一个，我们是不是做这道菜都没放盐啊？没有啊，所以两颗咸蛋，蛋白加蛋黄就够了。对，你要试试看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试过了。蛋白有的话有时候会过咸，你要挑。那如果说蛋白过咸的话，就大概放个一颗就可以了。
哦，虾子很脆哈、哦。嗯。我觉得咸蛋就可以。拌饭。下饭行不行？嗯，很香很香的。那边这个蛋黄不是只有蛋黄，咸蛋黄还有带着虾的味道，嗯，对不对？他们刚用虾油炒的，然后整个会里里外外味道是一样的。嗯，好，可以再吃两没关系啊。给大家吃。真的吗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咸蛋，来帮大家哪个地方产？澎湖产的。七厘米，七公分的，对，七公分大的咸蛋，它的蛋黄会稍微大一点，它蛋它会有蛋黄油啊，吃起来在嘴巴里面这个滑顺感，它会那个沙沙感，它就会非常好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